纽西兰在两周以内已经接连受到两个气旋侵袭，今日库克气旋又夹带中度台风的威力来势汹汹，沿海地区上百位居民已经撤离，慈济志工也深入勘灾准备发放。现在又要准备呢，开始勘灾了，这都是呢，这个气候不调和啦，所以还是呢，普天之下，人人呐、啊，都要提高警觉啦。的确，人人要好好的把心调和起来，人心调和，气候呢才能调和啊。世间有难，人间有爱。在中国大陆福鼎市医院，慈济人文深入20年，不止医护共同一念悲心，仔细关怀病患需求，用爱抚慰。大家也推动培训人文营，用整齐划一的演绎，向新进人员传承法脉。大医王是如何照顾白衣大士呢？都轻柔地护理着他，这都是呢，跟我们慈院的。是真正的一模一样，好像分不出呢，这是在哪里哈、哦？总是这样的真诚用心啊，不只是治他的病，还顾到他的营养，还会呢顾及他的心灵，这个身心灵啊，都顾到了。成就医学，还有这群默默付出的物语良师，几位老师生前都投入的环保、医疗和社区担任志工，广传善法，也以身作则，在生命最后一刻捐出躯体，期待能培育更多优秀的医生，继续为社会拔除病苦。大家新闻亚洲提的洪志华联报道。